受记录进去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法不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只是若当你听我今说此观世音应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父经有五衰相现或有多余恶道之者若是天然若男若女当现相是我见地藏菩萨心想我闻地藏菩萨名一战一力是诸天人转正天父受大快乐永不多善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以佛音是宝贝以多布施供养娑婆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佛慈观世音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黎明众师得闻地藏菩萨名一声逆耳根这是诸众生永不离善恶道故何况黎明众师佛摩卷说将是命中人舍在财物宝贝一事说话一场形象或是病人为众之事言而见闻知道卷说将舍在宝贝而为其之身说话地藏菩萨形象是人若是业报和受众病者曾是功德寻迹处于寿命曾一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何取这曾是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能若如不是我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事父母乃至往事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时以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成何世界成何天中世人若能说话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战一地一日至七日莫退出新文明前行站立供养世人眷属家因也不多而去这几当解说生死男女兄弟姐妹说话地藏形象站立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福利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者即成是功德转正身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息站立地藏心相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高世人眷属身见我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请令世人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见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归神众生为护现世一时风雨无助疾苦乃至恨世不若其门何况其身世人毕竟得菩萨摩尼受其佛子观世音菩萨如来乃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
出离散，接着是出人等见地藏心相即文明，这是心归依或一向化一说宝贝，因是供养站立是善男女等所愿俗称永无障碍。佛此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难当皈依站立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持佛此观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正中发布是一心于读于诵，终于名师教师领受玄德玄王懂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所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我读诵。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于本心恭敬成拜，更以香花一时一时一切万具供养菩萨，以经水一尊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敬佛，为首相难领入口是之心正中覆水即彼身无心求柔心灵王于基础上岸，以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去见地藏菩萨现无变身，于是人出手观定水其人梦觉即或聪明因是经典一理而根基当用其根不忘事于其一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时不足求则快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财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恨事多来无生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问地藏明见地藏相知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梦一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不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我因自身我因公私我因身世我因即是如山林中国度河海乃至大水火金仙道士人现当年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归身为护心处作我拥抱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至莫高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语言佛地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若以神力六波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而是世尊而说其言无关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所难尽见闻站立一念间履一人天无量世若男若女若龙身宝经应当多恶道之心皈依大师身说明转成处罪中少师父母恩爱这位置浑身在何去兄弟姐妹记住今生长以来皆不是我所获花大
十三贝利赞尼菩萨舍三七日中年七名菩萨当现无边的十七卷出所生界众多恶趣寻出离罗能不退是出心即活摩顶受身即欲求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过世人即发大悲心现当站立大师向一切祝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者只有人发心念经典语多去弥朝彼岸随地誓言不思于宣读宣王多非是世人有业障或故意大神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一向我一佛因是诸万俱已经随安大师前一日一夜求佛之法因中心生无心求肉邪因即亡于三七日内无杀执行思念大师名即于梦中见无边卷来变得离根二因是尽教离二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是大师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智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在胸衰眷属离睡梦之中岂不安求者怪为无沉醉之心站立地藏向一切而世界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逸是丰饶神归我于罗山林及渡海渡厄群兽及二人何生何归平何逢一切诸难诸苦恼担当站立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师像若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慈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一百千万劫所不走广宣大师如是理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天相站立者香花一佛一世奉供养百千寿庙了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恒沙诸佛陀诸类人天平地十三二十世尊具金色眉幽默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是神力不可思议如是慈悲不可思议如是智慧不可思议如是辩才不可思议真是释放诸佛赞叹宣说如是不思议是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他为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的为出三界在火在中则不出一路无令是诸众生多而去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无无间即阿鼻地狱东尽千万亿劫无有出其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喜而者多众发善行须以其退若以何缘念念增长一时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亿化度随其更新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中不足一如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其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烧善根以貌以尘以沙以地如以道理用护世人见修无上无灵退是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落在恶趣令多趣中我之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以佛名以菩萨名以具一句
大声经典十足众生，若以神力方便就把于世人所现无变身为色地狱千灵升天受身妙乐而是世尊而说其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我今因亲佛祖如意大神通方便多无灵多在诸而居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护归合掌拜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